所在地四川南充市，感受一下这座小城的魅力。锅盔里面夹的毛凉粉和猪耳朵，这你吃过吗？四川南充的街头这一家苍蝇小馆，闻着就是一股蒜香红油味儿。嗯，和正常凉拌猪耳朵的味道。太好吃了，太好吃了，类似于油酥锅盔，一层一层的，红油非常非常香。其实超级好吃啊，今天就碎，凉粉比较爽口，猪耳朵它的那个脆脆和凉粉的软融合在一起，再加上锅盔的脆，嗯，真太好吃了，非常好吃，但就容易吃的比较丑。蕨菜，这是大蚕豆，完蛋了，啊，吃的辣的不？可以。不是鱼肚。看看我买到啥了，从来没有吃过。嗯，真好吃，哇塞，特别有嚼头，猪小肚，鹅肠，嗯，香味的，四川人做的卤味太好吃了。凉拌菜，豌豆凉粉，炖炖炖的。这蚕豆是比较硬实的口感，你看老板娘大力推荐的大尖椒，不是很辣，但是咸辣好。尖椒，折耳根和萝卜丝，粉色的蕨菜，脆脆的。啊，又是录像机。这么大的一碗冰粉，这么多料，只要7块钱。冰粉和鱼儿，每一口的味道都不一样，好吃好吃。没有想到我后面的门口有鸭子卤味凉菜，往后还有他们这儿特别有名的锅盔夹凉粉，还有四川的粉面馆、川菜馆，要啥有啥。而且关键是还特别好吃，强烈推荐。